或许黄金真的太吸引，耀眼出了神。或许黄金催生了黑暗，争斗和怨恨，牺牲了几多人。哪里没有光线就有我，那个瞎了双眼睛真呼我，城里暗巷仍有某位在奔波。我哋收到举报，明光 LED 在上市文件中作出虚假失实声明，涉嫌欺诈投资者。经初步调查，证据成立，而家由我哋接手。你哋手头上呢一份系举报人俾我哋嘅资料。光 LED 上市单嘢，佢哋决定找我哋做保荐人。老细真系俾你讲中，几间大行都唔够我哋争。边啲 presentation 做得咁好，其他行边有得废啊？明光呢个 project 你负责晒啦吓。咁啲文件都要你签名噶？签埋今次啦。做咩啊？搵个退休啦？我都想。明光上市呢單嘢如果搞得掂，我諗都係時候我 recommend 你做 principal， 咁到時你咪自己簽文件啦。Thank you， 俾心機啊，你得嘅。喂，我又執到兩件筍嘢喎，係啊，限量版啊，20,000隻，我而家呢隻手上2888啦 ，OK 啊。喂，老闆翻嚟，老闆翻嚟，走鬼。翻嚟啦！又挂住你啲宝贝相机，唔食饭啊？哦，冇胃口噶啦，系啦。咩？又买新相机啊？吓？哦，唔系，我未拆盒啊，买翻嚟好耐噶啦，但系今日啱啱得闲啊。个地产打电话嚟，问咧太古城嗰度咧，你放唔放我？都话唔放啦。阿老婆啊！其實我幾等樓咧，加埋呢度咧，一個月成100,000嘅。層層都唔夠3年，如果你而家放咗佢啊，加埋都唔夠俾印花税啦。不如我哋一齊慳啲啦。我哋已經好慳噶啦。你買咁多相機啊，咁就叫做慳啊。煲糖水，不俾你。中國證監會正同香港商。哇，好厉害！陈总，您的球技是跟做生意一样的厉害了。熟能生巧啊！不怕跟你说啊，刚刚学的时候啊，9洞打了64杆，很没面子。现在不同了，次次都是老鹰，低标准杆2杆。陈总的意思是，要么不做，要做的做的最好啊，不。比最好更好了。其实啊，这个打球跟做生意一样，有很多东西啊你控制不了的，是，比如说这个风向啊、风力啊，它随时都在变。是是，唯独能控制的，就是准备工作。我呢就看上你们的公司啊，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足，所以呢，我选你们公司做我的保荐人。关于这事，就得谢谢回你了。你们见过了吗？啊，你好，辛苦你了。尽职检查这件事情，我会派马经理协助你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呢啊，咱们今天不谈公事，练球，大家练球啊！好好好，来来来来。啊，欢迎欢迎。来吧，大家过来就换等候啊。嗱，呢度系固焊嘅，佢咧把啲支架咧晒咗300度咧，就同身片咧就焊埋一齐。
每日生產量有幾多啊？大概50,000散片到啦。要淋幾耐咋？4小時。呢個係按美國1598標準。Penny 小姐啊，你睇下仲有邊度未睇咧？其實呢度都差唔多噶啦，我哋可以去拜訪你啲客。呢個全部安排好曬啦。不過咧，中亞嗰邊咧好似有啲問題。中亞？但是中亞是你第六大客户嚟嘅喎。係啊，不過那度的路比較遠啲，揸車來都要8小時，很辛苦嘅。咁但係如果我哋要查得 detail 啲，10小時我哋都要去嘅。不過聽講阿方總咧，佢出咗國喎。咁佢幾時翻啊？呢層我真係唔清楚嘅。咁不如你試下再約啦，因為如果我哋見唔曬你啲客咧，就算我哋入咗 form 都有機會上唔到市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安排一下好嘛？唔該。陳總啊，小王，几日先到啊？快到了。你冇事吗？怎么样？要不然今天别去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继续去。咱进去吧。来，这就是咱中药。王总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方总。哎呀，方总，方总，方总，哎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哎，这些就是港方的财务集团代表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洗手间喺边啊？哦，喺嗰边。唔该，你好，坐啊。我哋公司咧喺市區嘅，今年準備發大嚟做，咁啊搬嚟呢度裝修都未搞，要你哋咁遠水路嚟，真係辛苦曬。你哋公司廣告產品類型好多喎 ，LED 屏幕佔大多數啊。係，淨係明光都生意400,000啦，出年啊唔止呢個數添。嗱，呢啲客户俾我啲感期嚟噶，攞嚟睇，我好多客噶。如果你方便的話，可唔可以睇下你公司同明光的交易記錄啊？啲商業秘密嚟嘅喎。我明白，如果你方便的話。哦，咁既然陳總同我打下招呼啦，咁我就大方啲啦。嗱，攞去睇啦，唔准影印，唔准帶走噶。先走了啊。再见，再见。Queen 姐啊，呢间中亚好似信过喎，翻香港先讲。老婆，我 call 咗你成日 call 到你爆机，你做咩唔复我啊？我想提啊，唔见咗电话。怎么说的？
頭先你話你唔係揾我有緊要事啊？哦，係啊，我想同你講咧，我買一層樓啊。黃偉雄，我唔係賣曬啊，買咗一層。邊層咧？好似係 A 座啊嘛。嗰層要俾15%額外印花税噶。他們說靚價就賣咯。靚你多少？是不是可以蓋掉所有律師費、啊、佣金、啊、和印花税、啊、總之是有得賺的，他跟我說，所以我才賣的嘛。賺多少？20萬啊？10萬啊？5萬啊？我聽到了。老婆啊，他們說現在不賣遲些事都更重要啊。你咁叻，你唔做地產，你快啲打俾佢哋，話俾佢聽，我哋拆訂啊，唔賣啊！情侶噏巷，仍有某位在奔波。我覺得明光盤數有啲問題。係，佢啲大廈你見過曬啦，有問題咩？大部分都 OK， 但有一個客咧有啲古怪。呢個中雅咧每一年就幫明光買几百万 LED， 根據工商記錄咧，佢仍然係好低，税又加得好少。一個生意唔會就係買嘢唔賣嘢嘅喎。咦？啊！呢間中雅唔係佢 top five 客嚟嘅喎，唔使咁緊張喎。明光個 top five 嘅 turnover 你都睇到係15% 啊嘛。咁呢個中亞都佔12.8%，唔算細噶。但係咁都係 margin 嘅啫。但係我哋上個去睇中亞個 office， 點睇都睇唔到佢做到一個大生意喎。Amy， 你點睇？雖然中亞個門面係凹凸咗啲嘅。但是我都看過他的資料，深圳很多 LED 都是他們裝的。不行啦 Queenie， 看你。好，但是我想再上多一次，看看中亞裝的 LED。 麻煩你自己 book 車，不要經過明光。好，看多次。喂 ，Queenie 啊，我有台 urgent 嘢要揾阿 Brian 啊，佢今日上唔到大陸噶啦。但你 Amy 已經病咗咯，咪得翻我一個。咁不如你翻嚟先啦，揾日再上過去啦。我已經過咗關啦。咁你自己小心啊。周先生。喂 ，Baby 小姐，嚟，我幫你。啊，呢度係啦。老公啊，你找我什麼事啊？我在做緊嘢啊，唔使擔心啦，唔講電話啦，拜拜。呢條路靜係靜啲，不過咧係條捷徑嚟嘅。不好意思，人有三急啊。
你頭先去咗好耐喎。點解會係你噶？頭先個屍喺邊啊？喂！喂！翻轉頭啊！我叫你翻轉頭啊！發生咩事啊？喂！老公啊，聽電話啦！聽電話啦，老公！马爹，尽职审查不会有问题吧？反正过了昨天晚上，我看应该没事吧。芬妮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昨天晚上没吓到吧？系唔会啫。别理他，别理他，走打球去。芬妮小姐，不如我们赌一下，如果我在这个球点一杆进洞，你输10万；如果进不了洞，我输。陈总，没办法，打这么多都不行啊。所以我常说呀，做生意跟打球一样，要一杆进洞。就像一杆定乾坤呐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。我们是人和嘛。小王，哎，我打多少杆了？10杆。书，你咪收咗佢咯。Sorry， 我冇谂过同陈总赌。喂，奎尼，奎尼，奎尼，喂，元光上到市，对你同公司有好处噶嘛？我会辞职，以后明光所有嘅嘢同我无关。喂。哎，老婆，你又话听日先翻嘅，系咪做嘢做得好攰啊？你啲相机咧？卖晒咯。啊？点解啊？够钱赔订，又有翻层楼，老婆开心翻，咁咪系咯。老公啊！不如我哋卖晒啲楼啦，你舍得噶啦？咁你又舍得你啲相机咩？嚟嚟嚟，大家听住，今朝明光上市好成功啊，个价升得好靓，陈总好开心，今晚啲星 party 大家就喺度，全世界有份。佢明光 LED 系咁升喎，又多咗人俾人呃。我哋收到举报，
明光 LED 在上市文件中作出虚假失实声明，涉嫌欺诈投资者，而家由我哋接手。啱啱问过对面士多老板，佢话呢栋大厦空置咗好耐，根本就冇钟啦。陈总啊，根据银行记录，有部分明光 IPO 集资嘅资金转账咗落你嘅私人户口度，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？欣生，证监会嘅人嚟咗，话要见你。黄生黄太，恭喜晒，恭喜晒啊！你嗰层楼我哋成功帮你买咗啦。唔该晒。两位坐坐。咁呢度系合约嗰个详细嘅条款同埋内容。